就是缘分很好的小礼物，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。不是太美丽，但是我希望他会觉得很开心。非常开心，然后，在我去台中的时候，都是热情的交待我吧。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，我想做这个方式回礼。我的伙伴收到之后，可以每天都用到它，就一直看着它，就会想到我们。可以用来省一些日常小用品，而且收到以后会明白到我的心意。希望你可以用这个钱包来收藏我给你的爱心。感受到我们的热情，明白我们的心意。想起当时我们在香港的这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经历，我想你回到台中之后，你可以记住我们的友情。回到台中好好的用，而且这份礼物是代表我的心意，还有他在台中照顾了我都那么多天的心意。谢谢你对我在台中每天的照顾，而且你们家人都日日夜夜的在照顾着我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。用这个钱包装满在香港美好的回忆，在日常生活中用到，同时拿出这个时候会看到我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来做这个钱包的心意。把这些回忆都收在这个皮夹里面，在香港收到东西就放在里面，就永远就保存这个记忆。比如车票还有什么公园的票可以放在里面，那你会永永远远的记得这个旅程，还有记得我。收到的时候会觉得开心，以及他会珍视这一个钱包，而加深我跟他的感情。到我们真心做的那个，希望你们以后方便装这卡，用这卡来做交通工具。